是我们的三年起班成绩4分27秒03，请得奖班级派两位同学上台领奖，我们要领奖台以及奖品。好好好好，小心小心。恭喜每一位三年级小朋友都十分努力，十分尽力哦。那我们这个奖项，请我们的家长委员罗委员来为我们颁奖，颁发我们的奖牌，以及到讲座，以及公布的奖品一份。各位小将辛苦了，也谢谢我们的指导老师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接力赛哈。相当的不容易，三年级大队接力比赛结束，报告完毕。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三年级。好，三年级大队接力选手先口令，向左转，踏步走，都有了啊！来，各位，赶快要登场的下一组哦，是我们二年级的老师啊！哈，等一下教师组代表，请稍等哈，我们先要这组跑完，加油加油！哎，还脱鞋子呢，应该是怕鞋子太大了哈。二年级老师相当的团结，最后一刻还是不肯放弃彼此。第一名，我个人赞助多一颗杜琪晨。哎，快一点啦！还是没有人要第一名是？有人作弊。那如果再加上我们运动场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教学设施呢，逐渐的让它变得更完善，也让孩子们在我们校园里面的教学活动、学习活动呢，更加的安全，更加的多元活泼。利用这个机会，校长宣布这个好消息，大家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大队接力，你们获得第几名？第三名。我们等下要上去。这次的运动会有没有成功？有。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